2267例本土案例，足迹分布各地，全国统一进入三级警戒。 街道进行大消毒，一点角落都不能放过，连摊位里也要全面喷洒消毒剂。台东25号出现了2例确诊个案，零确诊破功，全台最后一片净土也沦陷。 走出医院，一起守护社区。